列宣家的弟兄姊妹、网上的肢体和朋友，欢迎你们来到 Ayaya Online 和我们一起崇拜。我是 Pastor Francis， 代表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欢迎你。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诗篇的，是由我来分享信息。我会看诗篇第42和43篇，我的题目就是上帝，我的渴慕，我的仰望。我们一起先低头祈祷。天父，再一次感謝讚美你，你保守我們有生命氣息來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就將以下的時間分別為聖，讓我們整個的崇拜都是蒙你自己的喜悅和悦納。我們這樣祈禱交託奉救主耶穌得勝的名，阿門。Thank you.
今日选读的经文是诗篇第42篇和43篇。诗篇42篇，可拉后裔作的忏悔诗，交给乐长。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像鹿切慕溪水。我心里渴慕上帝，渴慕永活的上帝，我何时才能去朝拜他呢？我不吃不喝，昼夜以泪洗面，人们整天讥笑我。你的上帝在哪里？从前我带领众人浩浩荡荡去上帝的殿，在欢呼感恩声中一起过节。我回想这些事，心中无限忧伤。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要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赞美他，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心中沮丧，便在约旦河、黑门山和米撒山想起你。你的瀑布发出巨响，回荡在深渊之间，你的洪涛巨浪淹没我。白天耶和华将他的慈爱晓灌我，夜间我歌颂他，向赐我生命的上帝祷告。我对上帝，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为何要我受仇敌的攻击，使我哀伤不已呢？仇敌的辱骂刺骨钻心，
他们整天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要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赞美他，我的救主，我的上帝。诗篇四十三篇。上帝啊，求你为我伸张正义，在不虔敬的人面前为我辩护，救我脱离诡诈邪恶的人。你是保护我的上帝，你为何丢弃我？为何让我受仇敌的攻击，使我哀伤不已呢？求你以光明和真理引导我，令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要到上帝的祭坛前，到赐我喜乐的上帝面前。上帝啊，我的上帝，我要弹琴赞美你。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要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赞美他，我的救主，我的上帝。弟兄姊妹，大家好。两个礼拜之前呢 ，Pastor Mark 用诗篇二十三篇教导我哋，就算生活上面有挑战，前景不明朗，经济不充裕，我哋仍然可以悠然自得，因为耶和华上帝就系我哋嘅牧者，佢会带领我哋，佢会安慰我哋，佢会为我哋预备一切嘅需用。一个礼拜之前呢 ，Dennis 弟兄就用诗篇第二十七篇去教导我哋，即使情况失控，内心有恐惧，即使感到孤单，似乎冇盼望啦，但系只要我哋愿意认定上帝系我哋生命里边唯一嘅主，专心寻求佢嘅同在，渴慕上帝嘅旨意成就喺我哋嘅身上，咁样就算我哋面对困难、面对挑战，我哋仍旧可以安稳嘅等候，等候上帝赐下出人意表嘅平安，等候上帝赐下出人意表嘅拯救。今日呢，我哋会睇诗篇第42同埋43篇。我哋今日嘅讲题呢係上帝，我的渴慕，我的仰望。我哋一起祈祷。爱我哋嘅上帝，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又保守咗我哋经过一个礼拜，可以嚟到你嘅面前，一起同心嘅去崇拜。主啊，求你就将以下嘅时间分别为圣，俾我哋能够听到你为我哋预备嘅信息。我哋咁样祈祷交托，奉救主耶稣嘅名，阿门。Amen。诗篇嘅第四十二篇，佢嘅类型啊 genre 就系一首嘅哀歌，但系同时咧，佢亦都系一首愤悔诗。就喺诗篇四十二篇开始嘅时候就交代咗可拉后裔作嘅愤悔诗。嗱，可拉系边个咧？可拉咧系一个利未人，因为佢挑战摩西嘅权威。所以呢，耶和华上帝就使到地震动，开咗一个缺口，将可拉同佢嘅党羽总共250人一同嘅吞噬。不过根据民数记嘅记载呢，可拉嘅儿子呢并冇参与呢个叛变，所以就保存咗性命。后来呢，可拉嘅后裔呢喺会幕同埋圣殿里面去侍奉，其中就包括咗写诗歌啦，同埋演奏乐器。在150篇的诗篇里面，清楚列明是可拉后裔所作的，总共有11篇，其中就包括了诗篇第42篇。我们说诗篇42篇是一首哀歌，同时也是一首愤悔诗。那什么是哀歌呢？哀歌就是一首帮助人向神表达他心里面的挣扎、痛苦、失望，甚至向上帝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的诗歌。而愤悔诗就是智慧诗其中的一种，
目的呢是帮助人去明白智慧，劝勉人呢要以智慧的心行事为人。从结构上面来讲呢，好多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诗篇第42和43篇呢其实是一篇的诗篇来的。或者呢就认为呢43篇呢其实呢是42篇的一篇附属的篇。之前这个看法呢是有两个理由，我很快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在42和43篇加上一共16节里面呢，其中有3节呢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诗篇的第42篇的第5节和第11节，和诗篇的第43篇的第5节。这3节的经文是这样的，我现在读出来。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要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赞美他，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每一次这一节出现之前呢，都有4-5节的歌词或者诗歌的。咁呢就好似一首歌里面呢，我哋唱几节嘅正歌之后呢就唱一节嘅副歌一样。而呢一节嘅副歌呢就係、是、我哋刚才所读嘅呢一节啦。正正呢就係、是、诗人呢佢向自己向佢嘅同胞呢发出一种嘅劝勉。就是、劝勉大家呢唔好沮丧啊，唔好烦躁啊，要继续呢去仰望上帝。由于呢16节嘅歌词啊，咁呢显示出一首完整嘅诗歌嘅结构，而且呢佢哋嘅内容呢都系互相嘅牵动嘅，所以大部分嘅圣经学者呢都认为42同43呢其实系一首嘅诗歌。第二个理由呢就比较简单嘅，就系话呢42篇开头嘅时间有一个注脚嘅。咩注脚啊？就系话可拉后裔所作嘅训诲诗交予呢个恶长呢一句啦。但系咧，43篇开头系冇嘅噃。嗱，如果42同43根本系一首诗歌，又或者43其实系附属于42咧，咁43篇开头冇一个注脚咧，就非常合理啦。嗱，好啦，我哋好快咧就讲咗诗篇42、43篇嘅类型啦，同埋结构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一讲呢两篇诗篇嘅写作背景。如果我哋细心睇呢16节呢，我哋会发现呢42、43篇所写嘅係一个爱慕上帝嘅人流落异乡嘅哀歌。係一个爱慕上帝嘅人流落异乡嘅哀歌。喺呢首嘅哀歌里面呢，我哋听到我哋睇到诗人怀缅昔日带领同伴进入上帝的殿去敬拜上帝的欢乐。我们亦都见到呢，诗人因为呢不能够再次上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上帝而产生忧伤。我们亦都见到诗人自觉呢是活在上帝的试炼当中。他在哀伤当中，他质问上帝为什么忘记他。最后我们亦都见到诗人呢在外邦人的地方呢求上帝为他伸张正义，救他脱离那些呢诡诈邪恶的人。到底这个爱慕上帝的人为什么会流落异乡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似乎呢这个就是第42和43篇诗篇的写作背景了。好啦，而家呢我哋可以一齐呢去睇呢16节嘅经文。我会将佢哋呢分为3段。第一，一个渴慕上帝嘅人流落异乡嘅祷告。第二，一个活喺上帝试炼之中嘅人嘅祷告。第三，一个被攻击嘅人向上帝求救嘅祷告。我们先讲第一段，一个渴慕上帝的人流落异乡的祷告。诗人在第一节呢就向上帝发出了自己对上帝的切慕之情，就好像一只离开了河流湖泊好远好久都没有喝过水的鹿一样，切慕清凉的溪水。
嗱，詩人切慕上帝，係因為佢已經好耐冇去過上帝嘅殿去親近上帝。就正如第二節詩人咁講，佢渴慕、佢思念永恆嘅上帝，但係到底要等到幾時呢？到底要等到幾時佢先至可以再上到上帝嘅殿去敬拜上帝呢？因為唔能夠去到上帝嘅殿去敬拜上帝，詩人就不吃不喝，甚至咧終日咧以淚洗面。嗱，我哋唔知道詩人咧係唔係因為禁食所以不吃不喝啊，抑或係咧佢嘅心情實在係太差啦，佢根本咧就冇心咧去食嘢或者飲水。嗱，無論如何，因為佢嘅內心咧係極度嘅難過。所以呢佢成日都喊。從一個現代人嘅眼光去睇，如果有一個人傷心難過到成日都喊，連食嘢都唔想食呢，佢好可能已經患上咗抑鬱症。更加淒涼嘅就係佢身邊嘅人呢仲要讥笑佢喎。佢哋話你為咗上帝終日呢好似愁眉苦臉咁樣淚流披面啊！但係你嘅上帝唔覺得佢理你喎、佢去咗邊啊？你個上帝去咗邊啊？點解佢唔祝福你嘅？其實咧喺我哋自己嘅現實生活裏面咧，我哋都會碰到類似嘅挑戰嘅。當我哋經歷人生嘅低谷啦，可能係我哋嘅健康出問題啦，可能係我哋嘅經濟出問題啦，又可能係其他嘅困難啦。我哋身邊冇信仰嘅朋友，就會去質疑，佢哋就話會問，你個上帝去咗邊啊？點解你個上帝唔保守你嘅？呢啲嘅經驗咧，或者你同我都試過啊。當上帝容許我哋喺患難裏邊經歷痛苦、傷心流淚嘅時候，我哋自己啊，就算我哋自己，又會唔會都問上帝啊？你喺邊度？不如我哋講翻寫呢首詩嘅詩人啦。其實佢有好多嘅痛苦掙扎咧，都係由於佢離開咗自己嘅屋企啊，流落異鄉。雖然佢咧好想翻屋企，可以咧時時嘅見到自己嘅家人同朋友啦。佢又好想去到耶路撒冷嘅聖殿去敬拜上帝，去親近上帝，但係唔得，佢翻唔到去。在这个困局里面，不单止是影响了他生活，令到他生活上面遇到很多的困难，在精神上对他的打击也都是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个人从经文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渴慕上帝？他会这么渴望去到上帝的殿去敬拜上帝呢？我们来到第四节，我们会更加明白多一点，我们一起读。從前我帶領眾人浩浩蕩蕩去上帝的殿，在歡呼感恩聲中一起過節。我回想這些事，心中無限憂傷。原來詩人呢，當他仍然在屋企嗰度住的時候，他不單止會去耶路撒冷的聖殿去過節，他仲係其中嘅一位咧，帶領群眾進入聖殿，獻上敬拜讚美嘅一位嘅敬拜領袖。所以咧，當佢形單隻影喺一個外邦人嘅地方去回想一啲美好嘅回憶嘅時候，佢內心就感到無限嘅憂傷。以前咧，詩人同佢嘅家人啊、朋友啊一起去聖殿過節嘅時候，一大班人向住耶路撒冷進發嘅時候，有傾有講，當然係非常嘅興奮啦。入到聖殿，一齊讀經，一齊唱讚美詩。完咗之後，仲可以一齊咧，食首節嘅食物，梗係心花怒放啦。就好似我哋啊，同自己嘅家人朋友一齊去翻教會，去崇拜。完咗之後咧，又一齊去食飯，去過肢體嘅生活。當然是歡喜快樂啦，但是如果我哋有一日好似詩人一樣，被迫要離開自己嘅屋企，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重新開始生活嘅時候，
我想我们就会更加容易明白诗人当时的感受。当然由于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现在很多离开香港的人，其中亦都包括一些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正正就是经历着这种离开家人朋友离乡别井的忧愁。讲到这里，我们都会很同情这位的诗人，亦会感觉得到他内心那种的无奈。我们甚至会认为在诗人这个的处境里面真的没什么出路的。不过就在这里呢，诗人的北风就一转，在第五节呢他就这样说，原来呢诗人呢对上帝仍然是充满信心的，他仍然相信呢上帝是有能力去救赎的上帝。我们一起看第42篇的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要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赞美他，我的救主，我的上帝。在这节里面，诗人很坦诚地写出他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一方面因为客观的现实令到他觉得沮丧，觉得烦躁，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愿意继续地去仰望上帝，继续地等候上帝的拯救。他还要赞美上帝，因为对他来说上帝仍然是上帝，就是那位创天造地，自有永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而这位的上帝仍然能够，仍然愿意去拯救他。这个呢就是诗人最核心的信仰，也都是诗人呢他的盼望。就算外在的环境几咁恶劣，都不能够动摇他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这几节的经文就可以称得上是诗人向上帝发出的祷告。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的挣扎，另一方面他愿意继续的仰望，继续的等候上帝的拯救。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看第二段啦。在第六节诗人清楚地说出他身处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北面的黑门山。在第七节诗人讲述了上帝的大能，在上帝所创造的瀑布和深渊之间来回的激荡，发出极大的响声。就在上帝释放巨大能量的同时，诗人就被上帝的洪涛波浪洪涛巨浪淹没。洪涛巨浪是什么意思呢？洪涛巨浪在这里就代表了上帝透过损失，透过苦难，透过敌人的攻击来到向诗人发出的试炼和考验。诗人觉得呢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承受一波又一波的试炼和考验，觉得自己呢就直情是被淹没，几乎没命了。但另一方面呢，诗人仍然深信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所以在第八节诗人这样说，白天耶和华将他的慈爱晓冠我，夜间我歌颂他，向赐我生命的上帝祷告。纵使在极大的困难和考验当中，诗人仍然相信上帝的慈爱，仍然要赞美上帝，仍然要坚持向这位赐给他生命的上帝来到祈祷。在第九节，诗人称呼上帝是他的磐石，即是认定了上帝就是他的靠山。但是同时诗人又质问上帝，问他为什么忘记他，为什么容许他的仇敌攻击他，叫他受苦，叫他哀伤。在第十节，诗人又再次提及仇敌怎样去耻笑他，耻笑他所信的上帝没有出手去帮助他。我相信诗人所经历的，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正所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時我哋遭遇遭受到嘅患難咧，係因為咧我哋嘅無知或者我哋做錯事。但有時咧，真係禍從天降，實在咧係非常難嘅接受。昨晚咧，我個妹妹咧喺英國發咗一個 WhatsApp 俾我，佢提到咧一個九歲大嘅女仔啊，喺屯門安定村意外墮樓身亡。點解我妹妹會話俾我聽，然後又叫我為呢家人祈禱呢？係因為咧，我妹妹嘅好朋友咧就係呢家人嘅好朋友。死者嘅父親咧係一位好虔誠嘅基督徒。佢本來咧擁有一個好幸福美滿嘅家庭，但係喺2017年嘅時候咧，佢太太患上一種非常之罕有嘅疾病，咁佢就毅然放棄咗工作啦，全時間去照顧太太。但係好可惜咧。到2019年兩年之後咧，佢嘅太太就息怒歸主啦，剩翻三個嘅女兒啊，同佢相依為命。到琴日就係喺佢翻教會嘅時間啦，三個分別13歲、11歲同9歲大嘅女兒咧，就獨自留喺家中。警察喺9歲大嘅死者身旁咧，找到一個即影即有相機和一些相紙，就懷疑死者是因為想拍照，所以就蓋過了 1.2 米高的那個走廊的圍欄，然後意外就是墮樓身亡。對於基督徒來說，我們相信我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裡面，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一切突如其來的事都不是出於偶然，都不是意外。如果上帝不容許，我們身上一條頭髮都不會少。但是當不幸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的時候，我們又可以怎樣去回應，怎樣去面對這些衝擊呢？我們能夠保存我們對上帝絕對的信心嗎？我不知道咧，詩人咧係要面對嗰個挑戰同患難咧有幾大，仇敵對佢嘅攻擊咧有幾勁。不過咧，根據佢自己所講咧，佢真係幾乎連命仔都冇埋。但係就算係咁，詩人仍然相信上帝係慈愛嘅，佢仍然堅持要向嗰位俾佢生命嘅上帝嚟到祈禱。到第11節咧。這一節的副歌又再次出現，詩人再一次提醒自己，提醒所有的人，不要因為失望而沮喪，不要因為要等候而煩躁，要仰望上帝，要讚美上帝，要相信這位的上帝仍然能夠，仍然願意施行拯救。我們一起看第三段，一個被攻擊的人向上帝求救的禱告。詩人在43篇的第1節向上帝發出3個請求。第一，求上帝為他伸張正義，因為不義的人攻擊他。第二，求上帝在不敬虔的人面前為他辯護，因為不敬虔的人誣告他。第三，求上帝救他脫離詭詐邪惡的人，因為那些詭詐邪惡的人用計謀來到攻擊他。詩人在這裡呢是向上帝去陳明，真的很多人呢起來攻擊他，所以呢他求上帝保護他。到第2節，雖然詩人已經向上帝尋求保護，但是呢他仍然呢因為仇敵的攻擊呢而受傷，所以呢他在這裡就向上帝提出質詢。他說，既然你是保護我的上帝，為什麼你要離我而去呢？為什麼你要讓我的仇敵攻擊我，以致到我受傷呢？當我們受到攻擊的時候，我們真的會受傷的。
如果我哋會受傷，而呢個受傷係應該咧，就係上帝所容許嘅，因為咧，我哋相信上帝咧係全能嘅上帝，佢完全有能力去保護我哋。嗱，咁樣點解上帝又會容許我哋受傷嘅咧？好多時咧，人生最大嘅學習、最大嘅成長，都是在逆境里面呢去完成的。受伤可以给我们更加认识自己的软弱，更加知道自己的限制，更加容易去聆听上帝的声音，更加愿意跟从上帝的脚步。到第三节，诗人又再向上帝发出请求。詩人求上帝以光明和真理去引導他，領他到上帝的聖山，到上帝的居所。光明和真理都是屬於上帝，上帝是眾光之父，一切光明的源頭，上帝又是真理的依歸。就正如主耶穌基督所說，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詩人求上帝以光明和真理去引導他，就是說求上帝用上帝自己的屬性去吸引他，去帶領他，去改變他。上帝的聖山就是錫安山，上帝的居所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對於詩人來說，他必須要去到耶路撒冷的聖殿，因為那裡就是上帝的居所。但是對於我和你來說呢，上帝的居所就是在我們的心裡面。雖然呢，過去這17個月，因為 COVID 的緣故，我們不能夠親身的回到來教會去崇拜，但我們仍然可以用心靈誠實去敬拜我們的上帝。無論我們在家裡，或者在郊外，或者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是我们的福气。当然我们都好像诗人一样，十分的渴望和其他主内的弟兄姊妹在同一个地方同心合意的去敬拜上帝。感谢主，我相信不用多久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了。好啦，到第四節，詩人話呢，要到上帝的祭壇前，到賜他喜樂的上帝面前，並且呢要彈琴去讚美上帝。對於詩人嚟講呢，能夠去到上帝的祭壇面前呢，就等於呢去到上帝的面前。佢要彈琴讚美上帝呢，係出於佢對上帝的感恩。所以雖然第三段經文都好似之前兩段經文一樣，展示出詩人的矛盾和掙扎，但是到最後呢，詩人仍然是選擇相信，相信上帝是那位賜給我們喜樂的上帝。因為呢，我們一切的好處都不在上帝以外，我們一切的好處都是從上帝而來。到了第五節，這一首的副歌又再一次出現，不如我們一起讀一次。我的心啊，你為何沮喪，為何煩躁，要仰望上帝，因為我還要讚美他，我的救主，我的上帝。無論我們在人生當中遇到什麼境況，或者流落異鄉，感到孤單無助，或者正正活在上帝的試煉當中，感到筋疲力竭，又或者被眾多的仇敵去攻擊，以致遍體鱗傷，我們仍然是可以向上帝來到禱告，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相信上帝是慈愛的上帝，他仍然能夠，他仍然願意施行拯救。千祈不要因為失望而沮喪，不要因為要等待而煩躁，
只要我哋繼續仰望上帝，渴慕佢嘅同在，爱我哋嘅上帝一定会拯救到底。我哋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藉住诗篇俾我哋安慰。喺我哋当中，可能有啲嘅弟兄姊妹系经历困难、失望、打击，或者佢哋伤心难过、泪流满面。主啊，求你亲自嘅安慰、亲自嘅鼓励，俾佢哋知道你仍然系嗰位慈爱嘅神，你仍然系嗰位赐予我哋生命嘅主。主啊，就让我哋继续去仰望你，继续去渴慕你嘅同在。祈祷交托奉救主耶稣得胜嘅名，阿门。弟兄姊妹，在我们结束崇拜之前，有几个很简单的家事报告。
第一，下一個星期咧，好開心，我哋有黃明陽牧師咧喺我哋當中正道，佢會講詩篇第84篇，佢嘅題目咧就係我的靈渴想切慕耶和華的院子。第二個報告就係感恩節嘅浸禮嚇，會喺10月10號舉行。嗱，咁大家留意啦，聽日咧就係最後一日嚟到報名嘅，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就盡快啊嚟到報名啦。第三咧就係有關重返教會啦。咁呢件事情咧，我哋仍然係在商討之中。咁大家都知道啦，近來咧嗰個疫情咧都好反覆嘅。咁求主俾我哋有智慧咧，我哋自己咧亦都好希望咧能夠盡快可以即係開啟教會，以至到我哋可以有實體嘅敬拜。但係呢一個咧都真係要睇住嗰個疫情嘅情況啦。求主俾我哋智慧，亦都求主咧係可以壓抑住呢個嘅疫情。好，最後咧請各位咧喺自己嘅位置咧起立，我哋咧用信心咧去領受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同埋交通，常與你們同在，從今日直至到永永遠遠。阿門。